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非常感谢上帝恩典，在咱总会所设立的牛山圣安医的奉献主日一时，让我有机会代表牛山圣安医，甲咱列位请安，三甲来敬拜上帝。去年咱的教会对圣安医有真大的支持，我嘛代表院长甲圣安医全体的师生来感谢教会。甲所有的兄弟，通过教会的关心甲支持，予阮伫阮自民神学教育的顶面，继续参与总会的事工，服侍教会，服侍上帝。伫早起咱所读的马太福音，这段圣经节是耶稣对上帝最后审判一个真特别的解释。咱对上帝最后审判的了解，常常是上帝甲咱家己的关系。但是主耶稣用无同的角度，要帮助伊的学生认捌上帝最后审判有一个基础，就是上帝听甲所有的人有关联。主耶稣要大声予伊个学生明白，上帝的审判是根据人，咱人对遐个需要帮助个，保持什么款个信仰个态度来做审判个标准。因为上帝赏赐人活命，是爱咱甲志比世三甲分享主国我个福音甲救赎个恩典。在主的恩典里面，咱对有需要的付出的帮助和关怀，是出自咱对上帝的感恩，以及在耶稣基督里面咱实践信仰的见证。在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受苦受虐钉十字架死的进程，伊对学生讲起上帝最后审判到底有啥物款的交代？主所讲的志比世之罪，用关心志比世讲到上帝最后审判，伊的目的又搁是啥物？咱知影，伊主的教示内面至少有三项代志，是要予所有跟随主的做咱信仰生活的基础。第一项是主赐予咱不变的真理，做咱信心的根据。主耶稣所讲一切话语就是真理，要表明上帝是信心不变的上帝。伊针对人的需要所讲的话语，就是代表上帝对咱人的关心。伊所讲的每一句，拢永远袂改变，叫人的心有平有固。第二项是赐予咱基督国我的盼望，世间人拢会当通过主耶稣国我的关联，肯定咱顶头死的活命，予咱带予咱活命的目标。第三项是赐予咱上帝听，听是上帝创造万民甲创造人的本质。上帝听是人甲人三听的基础。要真侪人的社会，人甲大自然关系的基础，上帝不变的真理，做咱信心的根据，是享受基督国我的盼望。甲上帝听，这三项代志，伫耶稣一生甲教示内面，予咱清楚知影。伫这段圣经节内面，主耶稣要表明，上帝是众人的上帝，无分族群甲国家，特别是要真侪这世间所有智慧世的上帝。主耶稣知影。无外久了，
伊所播扬天国的福音，就是上帝国要成做历史上上大的国，永远的国。不过，主耶稣要大声予伊的学生知影，上帝国就是上帝要甲世间所有智慧世相合一的。上帝国就是爱咱伫这世间微小所在，伫世间智慧世中间拄着上帝，参与上帝工，服侍上帝。伫耶稣一生，特别是三年传道的期间，当时是受罗马帝国所统治的社会，就看见有真侪人受到看轻、受压迫、受剥削，侪侪人伫因家己的土地顶面，袂当来决定家己的命运。但是主耶稣独独对这些人大声播扬天国的福音，在因的中间行医治赶鬼的神迹。主耶稣伫遐个群体伊的人，看到侪侪人的艰苦，因需要帮助，因需要关心甲扶持。伫耶稣来看，伊毋望学生会当用心。看见智慧世，就是遐个，予罗马帝国看见，予犹太宗教领袖忽略，但是因犹原愿意谦卑跟底做的人。智慧世，就是伫生活顶面受着打击，有欠缺，身体有病痛，予人忽略，心内艰苦的。伫耶稣的时代，就是遐个无瓦壳的富人人甲细囝，宋乡的土海人，做田的，对国外来劳工、移民甲做奴隶的，伫今仔日的社会，就亲像是遐个伫国际社会无主权的，受到天灾影响，性命、财产大损害，无人支持的单亲的家庭。无土地的做田人，送乡的，失去头路，引起家庭生活困难，社会中上弱势族群等等，因拢亲像是耶稣所讲的智慧世，但是伫因的中间，有上帝国要临到，有上帝救赎的计划，甲奇妙的旨意，上帝毋忘咱所有属于伊的。通过学习和关心，用新的眼光来看这个世间，因为在智慧世的中间，耶稣应允新的画面、新的身份和新的生活要临到因的中间，因的目睭要打开，伊要认识真理，要对主耶稣有信仰，要得到盼望，更加重要的是。要领受上帝听，伊要亲身体验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。主耶稣对遐个智慧世有优先的机会。伫耶稣的时代，侪侪智慧世大声听到天国的福音，领受新的活命，佮受拣选的恩典。但是遐个行伫上帝旨意以外的犹太宗教领袖、审判耶稣的罗马的官员，在上帝国的审判内面，颠倒真多智慧世。咱在使徒行传，犹原会当发起对主耶稣受压、定时一个死，迄阵开始，主耶稣甲侪侪群体耶稣的，拢亲身。真侪一群智慧世，为着主的缘故，初代基督徒受压迫，因受压，关入家监，甚至为着见证耶稣国外的福音，牺牲因的性命。伫教会历史的见证，予咱知影，耶稣基督的教会一开始就是有一群智慧世来设立的。
主应允圣神要降临在因的中间，初代的信徒领受圣神的充满，因得到宣告的喜乐，通过尊叹主的驾驶，在各所在设立教会，保用基督国外的见证和福音，呼基督的教会在子民世中间继续来发展。初代教会基督徒，因拢亲身体验主对学生所讲的，因为我枵，恁捌予我食；我嘴干，恁毋捌予我啉；我出外，恁捌予我带；恁予我带，我长腹底，恁予我穿；我患病，恁看顾我；我伫家内，恁来找我。当耶稣讲着这话无外久，日主搁我上天了后，这话就真多。初代教会所有基督徒亲身的体验，就着初代教会历史，咱发觉着基督教会是为着做做子民事来设立的。咱台湾教会宣告历史，大先伫1865年。马雅各牧师在南部开始设立教会。1872年，马改牧师在台湾北部开始设立教会。其实，台湾教会经验甲许多时代的教会有真侪共款的所在，就是上帝国大圣领导咱台湾侪侪子民社的中间，每一个子民社得到上帝怜悯和看顾，基督的教会在台湾子民社中间就来设立。今仔日，咱面对着台湾社会内面有侪侪子民社需要帮助的人，咱基督徒的信仰态度就非常的重要。咱为主耶稣所学习的，就是爱分享上帝恩典。关心子民社的信仰的态度，这是主耶稣对学生深深的交代。上帝国必开始发生在子民社中间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通过主的十字架顶的恩典，成为上帝国的一份。主耶稣用非常肯定的口气对学生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既然行伊伫我诶，行伫子民社一个，就是行伊伫我。即句话启示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若愿意伸出咱双手扶持子民社，就是参与上帝伫基督内面稳定诶工。上帝听，甲稳定就要显明伫咱诶时代。咱来用主的驾驶来看原住民的社会。台湾教会在原住民宣告时间的顶面，有真多方面的成果，是咱会当感谢上帝、荣光上帝。在原住民宣告历史，予咱看见1945年第二遍世界大战结束了。原住民的社会实在是不知道伊的方向是伫倒位，但是有真侪台湾教会信徒、甲本地教会少年的传道牧者，入到山地原住民的所在，参与山地原住民宣告的时间，因甘心用初代教会的信仰的精神修炼。三甲同心来设立原住民教会，我做一个原住民教会信徒，常常对咱建教会推动原住民宣告历史来感谢上帝，因为主打开咱台湾教会见圣道的目睭，会当伫原住民的社会中间，看到侪侪原住民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。100年前的台湾的历史，原住民在台湾会当讲是自闭式的族群。
亲像耶稣身躯边遐个智慧色个共款，伫日本统治个时代，受看轻、受压迫、受剥削。阮伫家己个土地顶面，袂当来决定阮家己个命运。但是感谢上帝，赏赐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正信徒有主个疼心，伫阮自民社会中间。放弃人对基督福音的需要，到今仔日，咱台湾教会伫原住民的所在已经重新设立513间的长老教会。这是400年前荷兰的天主教，因伫台湾宣教的时做袂到、做袂到的代志。教会伫原住民宣告所结的果子，带予原住民社会有真大礼物，就是主的真理、基督的信仰，佮我的盼望，佮上帝亲亲的听。这是咱正教会回应主耶稣对学生所交代：恁既然惊伊伫我的兄弟自卑下一个，就是惊伊伫我。台湾教会的历史有真水的见证，教会一切所行的见证，是通过咱每一位信徒愿意伸出咱的双手，参与伫智慧社中间完成上帝恩典的工，伫智慧社所在显明主的恩典甲快乐，来荣光上帝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着要延续原住民宣教运动所设立的基督教会，在67年前设立玉山神学院。这伫原住民宣教历史来讲，是一个真大的贡献，就是予上帝国的福音连到原住民的社会，设立教会真侪。改变原住民命运上大的信仰的团体，一个原住民，若是伫耶稣基督内面有信心、有盼望，伊就有全新的毅力去疼上帝、疼人、疼这个社会、疼这块土地，甲疼咱家己。台湾教会67年来的支持。原住民的神学教育支持玉山神学院，予阮伫50万左右的原住民的人口中间得到支持，继续培养上帝伫原住民社会所拣选的学生，将来要真侪上帝祝福。原住民的社会到今仔日，犹原有真侪无共的困难，但是咱。有缘感谢上帝恩典，玉山神学院所栽培毕业的同工，到今仔日，有缘继续维持3分之以上的原住民，是咱教会的信徒，是属于上帝的儿子。在2300万台湾的人口来看，这是真微小的数字。但是对所有原住民的族群来讲，这是上帝救恩怜悯的记号，是咱台湾教会荣光上帝的见证。在我个人活命的转变，也是亲身体会上帝对一个智慧世的救赎的恩典。30年前，主捌通过阮年老的母亲，予我有机会认捌上帝。有机会为主来做工，我会记得，伫我读国小6年的时，就开始离开故乡，到都市的工厂、起厝的工地来做工，赚生活的所费。初中毕业的时，我有坐船出海，做2冬的拖海人。其实我是出生伫一个牧师的家庭，我的父亲是一位原住民宣教早期的
开拓教会先辈的一份。不过伫我一岁时，因为胃癌当病来过身。五十年前，原住民的社会生活是非常的困难。我捌体验，伫咱台湾的社会大改变的是，伫原住民单亲的家庭，伫生活方面种种的艰苦。所以我为了要好母亲过较好的日子，牺牲读册时间，较侪侪原住民的细囝到都市来做童工。迄段时间，会当讲是我一生中上痛苦、上绝望的时间，因为伫都市的工厂、甲起厝的工地。囡仔是无固定的工钱，嘛无固定的工作会当做，甚至出海两冬做土海人，犹原是摕囡仔工的工钱。一直到十八岁时，我才知影年老的母亲无需要阮趁钱予伊，伊每一天的祈祷，拢是为着阮三个兄弟。有一天会当奉献家己一生予上帝，因为伫阮主民的团队前辈，甲平地教会前辈，打拼设立最侪阮主民的教会。团队人是无够用，所以我的母亲毋忙，阮会当继续阮主民发展的事工的顶面来献身。受上帝呼召，参与原住民宣告运动。想着我的母亲每一日为阮来祈祷，毋忙一天，上帝当感动伊三个十波囡仔，奉献一生为主来切应。上帝真正听阮母亲的祈祷，伊伫过身进前。阮三个兄弟拢献身做上帝工。十八岁时，我受上帝呼召，献身进入玉山神学院接受训练。我的三个兄弟，大兄伫台北，伫无同的教派做牧师。我的第二个哥哥，伊捌搬。一个电影叫做《赛德克·巴莱》，中年的摩拉鲁岛，林庆台就是我的哥哥。伊即卖已经伫台北乌来复职哈，即卖伫一个世间的原住民教会，佫继续做上帝工。我伫神学院时，认捌侪侪遍地教会受敬仰的信仰的前辈，亲像高俊明牧师。尤其是牧师、台湾州牧师等等，因为着原住民的信仰教育，甲原住民宣告运动来拍拼，上帝让我开始行一条跟随耶稣基督，甲侪侪先辈相佮同甘服侍，体验上帝奇妙的恩宠，上帝的疼超过咱人的软弱。伊通过年老的母亲祈祷的双手来补足过去阮活命的欠缺。今仔日上帝恩典，嘛是我每一天服侍甲活命的困难，我嘛学习真侪一双手，伫智慧世中间来做主的路步服侍上帝，用一生的活命来报答主的恩典。六十七年来，原住民教会上感谢的是主通过咱所有听主的兄弟，关心原住民的信仰教育，呼吁三信仰院会当继续培养原住民教会的团队同工，训练原住民的教会需要的人才。今年信仰院嘛，毋忘伫做做重要事工顶面。有缘得到咱教会甲兄弟的支持，
阮今年度预算5000万，我嘛有去一间综合大楼，啊，伊个工程个费用是1亿8500万。伫咱个啊，即个啊，周报内底有写较清楚。阮自然生后生个奖学金，阮有800万个需要。即马学生有差不多193名。包括台湾原住民的族群，其中汉族有11名。我嘛需要继续培育原住民适合教育的老师的培育基金。伫花莲甲台中迄个所在，有侪侪教会是无牧者，差不多60几间。不过伫啊。山地的所在，无牧者的教会，犹原有青少年家啊，儿童主日学。所以，阮5年前就开始推动，要强化东部台湾一小原住民教会青少年甲儿童事工。阮有派新学生伫遐栽培遮个青少年家囡仔，学校嘛要。换5代的更新，即嘛啊，毋忘咱会当关心。阮学校即摆就着要啊，即摆阮的学校是伫山坡啦吼，常常有即个大水啊、大雨的时都啊，非常的啊危险。所以阮伫做一寡景观的强化啊，即、這个工程。所以即条。的需要将近有250万，这拢是阮今年伫圣阿姨的需要。毋盲咱的教会继续用咱的贴心、三角参与、指导、关心原住民生活教育的事工，通过咱侪侪人担心来参与，我相信这嘛是照咱主耶稣对学生的交代。是初代教会基督徒真亲身的体验，也是咱台湾教会啊宣告历史以来共同真水的见证。这嘛是咱每一个兄弟心内所保持的信仰，毋忘相属恩典的主，引导咱的教会，予咱伫台湾这块土地三角规定出的架势，伫台湾的各所在。在智慧世中间，遇到上帝，参与上帝稳定的工，予未来教会更加发展，来延光上帝。咱三个来担心祈祷。全能的慈悲上帝，愿全心俄罗你的圣尊名，俄罗你伫台湾所有族群中间一切。最好的作为，因为耶稣基督国我的大观念、大关联，予阮伫主耶稣基督内面领受天头死的活命甲喜乐，予阮个人得着救，搁看见主救赎阮全家得着救的恩典。你予台湾所有族群正教会真侪兄弟甲同伴。予阮会当领受对天来的和谐佮平安，恳求主看顾阮的社会，佮侪侪需要主的疼惜佮帮助的人，予阮的社会有信心来做工，让予阮传福音的对象，予阮有悔改受洗的机会。你的国临到来改变整个台湾，帮助阮遵行主的教示，用忠心。勇气甲贴心，用阮每日所做一切来显明耶稣，做基督福音的见证，延光天父上帝名。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